是性子急。你都说我性子急，我就想说了，婚期是不是去年就定了？啊，如果我们两个没有我一个性子急的，是吧？那这婚礼什么都没有，别说婚纱了，连布置都没有，就剩宾客和你。你看他就这样怼我，我不就差不不，婚礼举行的还满意吗？还没举行呢。啊？等于刚领证啊？不是，我们一月份就一月份领的证。本来我说六月份领证行不行？稍微缓一缓，别那么着急。他说，他想早点领证，还想生个猪宝宝呢，这不得逼死我？就我这么急的性子，我也赶不及，你能赶得及吗？不能再缓一缓，比如说明年啊什么的，他就觉得不行。那我觉得感情到了就结婚有问题吗？那拖到都没感情了再结吗？就拖到分手，换个女的结。不是他，主持人，你听我说，他性子可急了。平时我在路上开车，可能红灯还有个几秒，我就慢慢悠悠我就停过去。他说，你慢什么呀？一脚油门就过去了。然后到停车场了，前面有人加塞，他说，哎呀，你不会别让人家塞啊？那我开车，你在旁边一直说着我，不难受吗？你就别那么催我行不行？慢一点。那你一个男的开车开成那样，那我不说你干嘛呢？你就差那几秒钟吗？那就差那几秒钟，最后那天不在停车场绕了20分钟都没车位停吗？我觉得安全第一，咱别那么着急，慢慢来不行吗？那安全第一事情办不完呀。不是您家天天有什么大事儿？因为我们家就是婚礼什么的，就是双方父母都不管，就我们两个弄。婚礼那么多琐碎的事情，他什么都不管，就我一个人弄，我每天就一个人弄。他真的是完全不上心。我爸妈给我发微信说那个电子请柬做好没有，我给忙忘了还没弄，我说我这两天弄出来。结果同一天他妈给他发微信说你电子请柬好了没，亲戚朋友要发请柬呢，他就给我甩一微信，你电子请柬弄好没啊？那关键是你不知道电子请柬要选照片啊，他就什么都不管，就我是你佣人呀、啊，你都给我。我当天晚上不就提醒你说我们一起选个照片？那是我后来生气了，我说照片还没选呢，哪来的电子请柬？你才晚上回来选呢，你怎么不说我们是不是照片还没选？我们赶紧选了吧，电子请柬着急呢。什么都不管，弄得我这现在快结婚了，天天晚上做噩梦，不是婚礼现场没婚纱，就婚礼现场没喜糖，要么就是，反正就各种。我压力也很大呀。你就是瞎操心，那我选照片给你一件。那我不操心，这家还能过吗？啊，这过还是能过的，不操心也能将就着过。现在你们在一起住了吗？对，对吧？合法夫妻了吗？对。家务谁做呀？我全包了。嗯，不是你啊？不是我。你不是说这家没了你就过不了了吗？这家务不都他在干吗？我靠脑子想，他出体力。哦，我们两个还没谈恋爱，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我告诉他，我除了喜欢做饭之外，别的家务我都不会做，我也不想做。他说没事儿，他说我们家就这传统，我爸妈那代也是我爸做家务，我妈什么都不管。他说我妈还跟我说呢，说女孩进厨房油烟对皮肤不好，说你以后连饭都不要做。他说是他让我什么都不做，那结婚之后你说什么呢？你在这说什么呢？我你自己愿意做的，你自己要做的。人家没说，我说的，他可没说呀。哎呀，我这嘴呀、啊，你没有抱怨吧？我没抱怨啊。怎么没抱怨？他天天哪天不抱怨？不是啊，你想，我觉得分工明确挺好的，你办这些婚礼的这些什么装修的事情，我帮你分担一点，我去做家务。是分工是挺好的，关键是家务你也没做好呀。我怎么就没有？是你吹毛求疵好不好？桌子有点脏，你就说我叫我擦。主持人，我想问你一下，我让他一日三餐吃完饭抹一下餐桌，这个算吹毛求疵吗？但我抹了之后，他又说不干净，因为家里有猫有狗，有点毛，有可能会吹到桌子，他又让我擦，然后天天擦，漆都快擦没了。哦，你们家还养了猫狗啊？对，猫狗谁遛谁喂啊？我啊，我铲屎遛狗。那你要养的狗你不遛吗？那你那么多只猫不也是我弄吗？那我不就两只猫吗？那家务活都我做，你又别说了行不行？我现在做的不挺好的吗？那你做，那你把它弄好呀。你说我烦这些事情，我让你烦过吗？婚礼是不是都筹备的好好的？家里是不是装修的好好的？不，人家可跟着烦了啊。他烦什么了？咋不烦呢？这个说人没给意见，那个说你们说人没上心呢。人当然烦了，烦呢。我给你一起我们选照片，我觉得那几张挺好。他说不行，我这个关键是你主动说，老婆，我们今天要把照片选了吗？我都是说来不及了，赶紧把照片选了，你晚上才陪我一起选呢。你结婚的事情，我要不说，估计你连结婚需要穿婚纱、什么有手捧花这些事情你都不知道。你说你对结婚的事情都不上心，那你还对什么事情上心呢？这辈子就这一次，你还想结几次吗？我是想的是。你把这个事情搞好了以后，结婚之后生活方面我多照顾你嘛，多细心照顾你，我多赚点钱。你也没弄好呀，生活上。那你要怎地？
我就想他不管是家里面的事情还是生活上的事情，他最起码他能主动的去想到他要做什么。不是，他不就一角色，不就干活的吗？你刚才不是自己说的吗？那我多累呀。你说我是动脑的，他是出体力，是你说的吧？是我说的。那怎么现在又变了呢？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累啊，这才一年，什么事情都是我一个人来弄。所以你希望怎么样？操心操白了。所以你希望怎么样？就是他既出体力又出脑力。关键是他这体力他也没出多少体力，你说你每天干家务活能有多少活干吗？你不做你不知道那么多事情。就那么小的房子能有多少事情吗？哎呀姑娘，满意这老公不？不满意。徐总，相亲网站的给换一个行吧？我觉得我挺好的呀。